好，一位让非常多影迷想念的女明星，她是退出影坛许久的王祖贤。那么最近呢，有网友在加拿大拍到了她的生活照，照片中你看到她从头叫到脚的一身雪白，看起来非常年轻。网友赞叹，看不出来她44岁了，她似乎是越活越年轻。看出来这个戴着毛帽、穿的一身雪白的女子是谁吗？网友盛传她就是退出演艺圈许久的王祖贤，在加拿大商场逛街时被拍到的。近距离一点看，真的跟王祖贤十分神似。网友盛赞清秀的外貌一点也看不出来，已经44岁，跟24年前王祖贤演出《倩女幽魂》时的照片相比，岁月似乎没有留下太多痕迹。其实这已经不是王祖贤消失多年后第一次被拍到了。今年初，王祖贤就被网友直击在商场里逛鞋店，当时影迷们还正讶异王祖贤的身材恢复得宜。毕竟宣布退出后，他只有在2004年时被媒体直击变成了肚子上有一圈油的大婶。由于这个是大陆网友随手抢拍的照片，难以求证。如果真的是王祖贤本人，只能说随着时间的增长，王祖贤不但没有变老，反而越变越年轻。中央新闻吴明山综合报道。